哦，不要啊，大哥。玩你妹，玩你妹，真的。哦、oh, fuck 了，这个真的。shit 的，这个卡到自己了。何？完蛋了啊、哦！怎么刚好滑出去了？我的分身。哇哇哇哇哇！啊、oh, ！干！哎呦，我的分身怎么在那个地方会滑出去的嘞？我的老天爷哦，这个真的！啊、oh, ，真的，他在那个洞这样子下来，他可以刚好这样子滑出去。我操！哎，这个真的，那滑出去那一瞬间，我都傻眼了，我真的看傻眼了。路线都坏了，真的。哇靠！哇靠！这个我靠，我已经捏你闪现了，你还真的刚好闪到那个边边角角啊，有没有搞错啊？哎呀，我本来可以好好溜的耶，我的操嘞，这个真的。完了，他这个，对，他知道他不行，还好他这边用我那一只追我，傻傻的。你
这样我丢不了磁铁，你知道吗，大哥？大哥，我这样丢不了磁铁，大哥，干！OK 啊，那不用帮我扛那一下的，说真的完全没有需要，这边我就经验丰富了，怎么卡闪现我都会，你知道吗，真的。本体在大门，寄生佣兵之后，然后佣兵去挂，然后我来干扰一波，啊，应该来不及啊，他来不及，因为他大门才刚贴。OK， 拜拜，师傅。OK